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在广东汕头，然后我身后呢刚好又遇到他们这边在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也非常隆重，非常具有这个民俗文化风情所以说呢潮汕这边呢它和其他的地方是不同的，他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呢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民俗习惯保留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看来感受一下潮汕文化。他们这边呢应该是还有一个顺序前面呢是跟着的是礼炮，并且呢这边呢就是说他搞一种庆典活动呢会搞好几天，这一次据说是他们比较盛大和隆重的一次。看着这个大旗叫敬奉宋朝大元帅紧跟着这个大旗后面呢就是舞狮队合敬安平平安。后面这个是非常的热闹的，极具代表性你们这个重吗？排的重吗？还好哈，里面是空的。这个队伍啊，最起码绵延几公里长，非常壮观。这个队伍还没走完呢，我觉得比前几天的那个队伍还要长。现在呢，终于完了，看看朋友们，人家这边的这个气氛多么的隆重。感觉呢比那个年味儿还要隆重呢。那么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